一开又是后热菜，有有有，哎呦，不能啊，一片搞油锅熬二的了。你从哪看出你说那好热才有的？应该有。哎，这是不臭。不臭。嗯，肯定不臭。咱不过，这块事情不咋推我了，咱给我推有不有？你快把脏了，看我们脏的脸快上擦的脏呢。哦，看不脏了。看一块后头脏了，前头这俩冰就。你可是圆乎乎多好看。不是一烫就两边啊就入锅。你看我们这头宽的。不是说是脏不脏的，现在人不需要脏，你根本就抓不住。那挺好，这个头挺好。你已经那只做头。这头挺好，我觉得。给你一直来，人家就相对绿河头了，说他怎么样头不好看。我也觉得我们不好看，白擦擦的。绿河不给脏呀。也要说咋讲，要走要走。我说的，你光想这个枕头半个，别这两个枕头的，不然要走咋脱嘞？他这肯定咋讲？说话。哦，这就不管了，就那吧。哟，嘴撇了。哎呦，嘴撇的咋？你也夸呢？你这，你看让他修嘴，这嘴不大意。修嘴大意啊。那傅师母说，长得长得和跟我有点像的。小侄女小姑姑很长全，多多少少看的有点像。他一想到我就想我嘛，还别这东西随意。嗯，关键是这开眼皮也也得也大了。你眼睛不来不大的。哦。哦。呀。说小爷爷不行。你小父母可以去。是吧？哎呦，又小了，那小姑姑吧，我。嗯，太有小的呀。你看他随走啊，他还挺好的。老好了。妈呀，我娘！哎呀，可倒落好了，你看看这，这一说下都不想搞，不想是怎么搞事？搞事上的很都是责任，你看看。叔叔可倒落好了，这。你可让这细手。你生下来就背经的啊！你看看现在，这才四十来天，不到五十天，你看看这身体。哎呀，都丢丢趴着了，床头咋个说说说？嗯，小人。咋个床位？床周围。把方向是那个捏的。床周围没位置。反正坐哪个了就趴。人家这块是床周围都烂起了。床位。床位。这个床头这个是一半高，全围住它。那小一点呢？再大点儿，那就趴着出来。那还会有？你有跟那个床位有高的了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个瑟瑟缩。他高会翻身会趴，你还能翻了天？那个高点趴。咋弄？那时候包你妹儿，妹儿一个人。妹儿一个人。哦。欢迎点赞关注，跟着雪花看更多精彩视频。